朋友们，今天呢做一个河北的菜啊，叫炸藕盒。那个藕盒呢，就是地方也有这么叫的，叫炸藕夹啊，都一样，都是一个菜。现在我做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啊。选择这个藕啊，最好是能比它细一点的，这个太粗了。这个就行了啊，朋友们看啊，这是白面啊，再加上那个干淀粉，这个是准备拍粉用的啊，拍粉用的，面粉一半，淀粉一半，放到这儿待用。做这个馅儿，把这葱呢切成末，放这里，再放上姜末。要打得足啊，好手呢右馅打得多，手法生疏的呢就打得少。朋友们看啊，我这要做水粉糊，这是水，这是油，这些那盐啊，鸡粉能挂手上就行，这样就行。因为呢我这个主料啊外面拍粉了，挂上一层就可以。这样呢，刚定完型啊，捞出来一会儿冲炸，看这个油温啊，现在也就是五六成热。现在呢不是冲炸，让它熟透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炸熟了，炸熟了呢颜色没有上来啊，颜色没有上来，一会儿冲炸一下。温度现在差不多了啊，七至八成热，下锅再炸一下。好了，这个菜就做好了，看炸出金黄色，这就叫干炸藕盒。藕夹都是这个菜。朋友们，干炸藕盒做好了，学会了吗？有什么需要给我留言，谢谢。